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身处一种极度失意的状态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机会，没有希望。我试过年少轻狂，太易得到的东西太难去珍惜，又被力捧变成被放弃，全因自己贪玩乱来犯错。浪子回头用的是十年的时间和百倍的努力，虽然不知道条路有多长，但是我相信如果希望人重新接受自己，生活就要好好地过，积极地过。